无兄弟不游戏，知道吧？我这么多年为啥直播的这么开心呢？就是因为我兄弟多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直播间人气不高，但是我们直播间的铁粉非常的多。你要知道，搞直播这个东西不是说人气高就牛逼，人气高的话没有多少粘性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直播间虽然平时吊儿郎当，但是只要一有重大的活动，我操，你就知道有多牛逼了。就像打仗一样，给你一万个小杂碎和一千个精兵的道理一模一样，知道吧？所以刚才那个兄弟说我人气上不去是有原因的。如果我做个直播，我他妈畏畏缩缩的，夹着尾巴，大家可能也瞧不起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对大家是真诚的，真诚的朋友就真诚相交，不真诚的就滚犊子，对不对？何必要把在一起不舒服的人放在一起，是不是道理？我愿意跟我的真心兄弟在一块玩，我干嘛要搞那么多虚套套，对不对？说风凉话谁都会说，你他妈自己坚持几年搞这个游戏的，二八，咱俩还有一个快打旋风呢。今天晚上结束的时间早，我们两个把那个快打旋风打了啊。波总在不在？问问波总。波总不在就不打了，波总在就打了。波波这两天虚了，他去爬山了，不知道他回来了没有。快打旋风，我们打的是进血、进 AB、进百拳，难的一逼。我问问波波在不在啊？波总是去爬那个什么山，叫什么普陀山，他是去还愿去了。因为原来他生孩子之前去许了个愿，结果真的生孩子了，然后他一直没有还愿，这次爬山去为了还愿。去烧香去了，普陀山嘛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普陀山？哎，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啊！对对对对，就是烧香去了，可能还没回来呢。对，
东来是第五个满分，今天晚上的君子明是第三个30分。大家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啊，紫气东来满分。咱们预赛的第五个满分，咱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比赛了啊。我们现在比赛已经有五个满分，3个30分，2个29分，这已经多少个人了？我看看啊，10个人了。我们只有18名的晋级，后面的选手还有，咱们后面还有18个选手。想想我们今年的得分啊，我估计不能低于28分。哦，还有一个28分。今年比赛真的是不能低于28分啊，太可怕了，兄弟们，太可怕了。